我们现在看一下他们表演的魅力，感受一下好不好？啊、看一下。等我们都有一些小费，你们要是有机会都可以参加。有有有有有。来，第一位，我们欢迎第一位 Yolanda 带来表演。Monkey。Should stay, I would only be in your way. So I'll go, but I know I'll think of you every step of the way.哎呦！哇！哈哈哈哈哈！蔷薇带来的表演，加油！好，第三位菲律宾的表演。你说有一天。
会走。就跟在你身后，慢慢等到你也忘记我，乖乖释怀那一份守候。一辈子的缘分终究有尽头，可是我仍庆幸我不愿放手，就在你松手之后，你看看这杯红豆味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影片的通知哦！我这么可爱，救命救命救命！